你行不行换搭配的主持人？好，所以可以用主题了。没有，没有的，你猜是谁？没有。下一季开始。下一季开始。嗯。下台。你要休息啊？为什么？小 S 搭档派翠克主持的谈话性综艺节目《小姐不吸地》日前发布一段小 S 想换掉派翠克的影片，没想到消息曝光后掀起热议，传出取代派翠克的正是阿 Ken。 制作人 B2 事后澄清不会换掉派翠克，派表现得非常好，而派翠克昨日也发文回应此事，表示只是日常打闹，姐很照顾我的。小 S 也随即留言辟谣，没有要换啦，玩笑话变标题，小姐不吸地只能是我和柳伯承，让观众也松一口气，表示这个灵魂组合不能不见。我们这个soulmate是无法拆解的。